烟雾缭绕，一片狼藉。当这个男子踹开门的时候，这就是他当时所看到的情景。他的女儿正准备跟一个半大男孩子宽衣解带、滚床单，谁让你这么干的？你才14岁。这个男人怒火中烧，拳头猛地砸向门框，声音急促而暴躁。 那个年代，这个男人谁人不知，可女孩却非常的镇定。她略微欠了欠身体，吞云吐雾的看着他那暴跳如雷的父亲。之后，女孩深深的吸了一口烟，指着地上的男孩说道：“您就不用操心了，他对我很好，反正我们都是没爹管的孩子。”这句话。 如同一盆冷水，呲的一下，就浇在了男人的怒火上。他那宽大的身躯顺着门框慢慢滑落，他双手抱头，一语不发。此时此刻的他身上已经全然没有了一个奥斯卡影帝的光环，他只是一个失败的父亲。他在努力地回忆着自己的女儿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就是那位失败的父亲，乔恩·沃伊特。第51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得主，上世纪70年代好莱坞最炙手可热的男影星之一。今时今刻，我们提起乔恩·沃伊特的名字，也许并不再像当年那样人人皆知，但他那个叛逆的女儿。 您一定不会陌生，就是她，世界巨星安吉丽娜·朱莉。奇怪，如果是沃伊特的女儿，安吉丽娜为什么不姓沃伊特，而姓朱莉呢？她和父亲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嫌隙，以至于会那般的冷漠、轻蔑？在她光芒四射的巨星人生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纠结坎坷的身世呢？ 一切还都要从上个世纪那个光怪陆离的好莱坞说起。20世纪60年代的好莱坞影业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电视行业的强烈冲击。而就在所有的人都把目光转向电视之时，1969年，一部描写小人物生活的《午夜牛郎》横空问世，震惊了所有人。影片中。 乔恩·沃伊特扮演了一个从小镇前往纽约谋生的浪荡公子，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玩世不恭却又迷失人生的复杂人物设定中，沃伊特展现出了惊为天人的演技，甚至将当时鲜有人触及的同性恋情感也表现得游刃有余。大胆前卫的《午夜牛郎》一举摘得了无数奖项。 而乔恩·沃伊特也一夜成名，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大明星。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作为偶像派兼实力派的双优影星，乔恩·沃伊特无论走到哪里，屁股后面都会跟着一群女孩的尖叫。而在这无数的崇拜者中，恐怕只有一位最幸运。 就是照片当中那位，他当时是小有名气的一位模特。看一下他的眉眼，尤其是那副性感的双唇，有没有觉得有点眼熟呢？没错，他正是乔恩·沃伊特的第二任妻子安吉丽娜·朱莉的母亲玛奇琳·伯特兰德。当时，为了能和心中的偶像在一起。 伯特兰德可谓是上演了各种感天动地的倒追大戏。1971年，被家人打动的沃伊特与伯特兰德终成眷属。婚后4年里，长子詹姆斯与小女儿安吉丽娜·朱莉相继出生，给这个童话般的爱情故事增添了更多甜蜜的色彩。作为一家的小女儿，朱莉。 几乎是被父母当作掌上明珠一般的宠爱。
安吉丽娜朱莉，意思是美丽的天使之眼。尽管身为影星的老爸工作繁忙，但是沃伊特对于朱莉的爱却丝毫都没有减少。就算是在片场的时候，沃伊特也不忘了一边背着台词，一边抱着小朱莉。这样的瞬间超级有爱，有木有？但天真可爱的朱莉并不会想到，也正是此时能让他的爸爸这样搂在怀里的，可能是他，可以是母亲，也可以是另外一个女人。谁呢？就是他，斯塔西·皮克伦。在与其合作舞台剧《哈姆雷特》的时候，沃伊特不可救药地迷恋上了风情万种的皮克伦，继而他很快就向西子摊了牌，投向了新欢的怀抱。在他看来，夫妻既然已经名存实亡，勉强在一起也不合适。至于孩子，只要他时常去看望他们，想来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说，热恋中的人智商总是不高的。沃伊特草率离婚的一刻，脑子里大概只有他的小情人，他绝对不会想到这一纸离婚协议给他的后半生带来的将会是怎样的一场无尽的痛苦。敢用它呢？于是安吉丽娜每天都会看着母亲兴冲冲地出门，沮丧地回家。只有面对自己和哥哥的时候，母亲仿佛才能得到一丝的安慰。可就在这个时候，这位疲惫的母亲懊恼地发现，那个本该遭天谴的前夫风头竟然更胜从前。1978年，朱莉的父亲沃伊特在战争剧情片《归家》中成功饰演了一位越战老兵。凭借精湛的演技，沃伊特摘得了第51届奥斯卡最佳男演员的桂冠。登上领奖台前，他紧紧地握着新女友的手，而在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摄影师还时不时地向他的新欢送去特写镜头。两人的恋情早已在业界传得沸沸扬扬，气死人果然是不用偿命的。当从电视里看到这一幕，安吉丽娜的母亲再也忍不住了，她把身边的东西都摔了个粉碎，然后倒在沙发里黯然神伤。只有3岁大的安吉丽娜则蜷缩在角落里，她睁大了眼睛，茫然地看着这一切。在安吉丽娜童年的记忆里，母亲就是那个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操碎了心的可怜女人，而父亲却十分的模糊。尽管他经常回来探望朱莉，每一次和父亲在一起时，安吉丽娜所感到的却是陌生和恐慌。这张照片拍摄于1979年，照片上的沃伊特有些急眼，他做出了手势拒绝狗仔队突然袭击，
但身边的安吉丽娜却早已被扑朔的闪光灯给吓呆了，她本能地抱住了父亲的腿，无辜的大眼睛里充满了不安。但这一切沃伊特并没有真正的察觉，就像他愿意毫无顾忌地与新情人大秀恩爱一样，他同样热衷于把他的父爱在外界展现出来。1986年，沃伊特带着10岁的安吉丽娜一同出席了第59届奥斯卡颁奖典礼。相比于兴致勃勃的父亲，精心打扮过的安吉丽娜却显得十分不知所措。Now, is this your first Academy Award? Yeah. I'd like to say hello. That's a gorgeous dress. Beautiful. Are you nervous for your dad tonight? Sort of. 这就是第一次站在奥斯卡会场中的安吉丽娜·朱莉。面对主持人的套词，安吉丽娜显得呆萌无比，全然看不出一个影后巨星的影子。父亲耀眼的光环在年幼的安吉丽娜·朱莉看来，无疑是隔断他们父女之间感情的一道鸿沟。尽管她并不愿意，但怨念的种子早已经在她的心中生根发芽。时光飞逝，1991年，当15岁的安吉丽娜·朱莉出现在比佛利中学的教室里时，她已经全然不再是曾经的那个小萝莉了。一头金色的秀发被完全染成了黑色。无论校内校外，安吉丽娜·朱莉永远是一副姿态懒散、神情漠然的样子。这样的面孔似乎和我们熟悉的安吉丽娜·朱莉十分接近了。但曾经金发碧眼的单纯天使，如今彻底出落成了一个离经叛道的朋克女孩。在安吉丽娜·朱莉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有一天他来找我，他很少来找我谈话，通常是他妈妈来。他说我想和爸爸谈谈，我不喜欢学校，是我令他的亲子关系成为噩梦。他说他想去特别的班，我可以选择我想读的书。他说这种班是专门收容留级的学生，你知道，糟糕的问题学生。我说你知道吗，这些学生吸毒，问题缠身。他回答这些我都干过了。上帝啊，一把刀插进我的心。面对女儿的叛逆，沃伊特感觉好像有把尖刀插进了胸口。试想一个父亲在听到女儿亲口对自己说她既吸过毒又留过级，会是什么样的心情？而这样的情况若是放到普通家庭，父母恐怕早就暴怒了。但沃伊特很清楚，女儿之所以会如此的叛逆，她这个失职的父亲难逃罪责，她没有资格去教育女儿。这是1996年时安吉丽娜·朱莉主演的一部青春残酷片《恶女帮》中的片段。影片讲述了一群处于叛逆期的小镇女中学生，因为不满现况而建立起一个小圈子的故事。片中安吉丽娜的本色出演获得了业界一致的好评，她所扮演的大姐大几乎就是她整个少女时代的写照。中学时期，安吉丽娜很早就开始吸烟，和同样边缘化的少年们混在一起，即使被父亲抓到和男孩鬼混也不以为然。今天或许很难有人能想到，这个很多人心目中的女神曾经最大的爱好就是收集各类刀具，并时常用这些刀具自残或试图自杀。安吉丽娜酷爱纹身的情节也是自中学时代开始的。中学时代的安吉丽娜·朱莉正如她在《恶女帮》中的角色一样，是一个人见人怕的小太妹。采访中，安吉丽娜曾经提到了这样一个词：存在感。要说经历过青春叛逆、父母离异的孩子有很多，但是能让一个10多岁的孩子以自残和纹身的方式来寻找存在感，安吉丽娜的生活到底是怎么了？
说到安吉丽娜的中学生活，就不得不提起她所就读的比佛利中学。这所远近闻名的贵族中学里，富人齐聚，声色犬马。放眼望去，十个学生里，九个都是富二代或各界大亨的子女，豪门后代齐聚的学校里，安吉丽娜名不见经传的身家背景，让她无时无刻不被排挤在各类圈子之外。名不见经传，开玩笑吧，安吉丽娜·朱莉可是影帝乔恩·沃伊特的女儿，可是有谁知道呢？没有人知道。关于这段蹊跷的身世，我们找到了一份1996年美国的印第安纳州公报，其中有一篇文章，一起来看一下。大标题：演员努力想摆脱著名父母的阴影。开篇十分辛辣，他就是希望明确一件事，安吉丽娜·朱莉不是乔恩·沃伊特的女儿，尽管她实际上就是。括号里还有这么一句话，一次在做西班牙的电视节目时，他直接否认了他与父亲的联系。此时此刻，安吉丽娜·朱莉已经是一位杰出的新人演员了，但自打进入中学之后，他就把名字后面的姓氏沃伊特去掉了。事实上，安吉丽娜的心里非常清楚，带着这个姓氏，她的生活将会截然不同，但她宁愿选择被众人排斥，宁愿通过极端的自残来寻求精神慰藉，也不愿意生活在父亲的光环下。为赚眼球，这样的文笔未免过于犀利了。事实上，作为父亲，沃伊特始终都是深爱着女儿的，只不过很多时候，心里的那根钉子一旦要是歇了上去，想再拔下来，伤痕也永远都会留在那里。看到这里，您或许会跟我一样，都难免伤感。作为一个父亲，沃伊特对安吉丽娜的关爱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但伴着黑色童年一路走来的安吉丽娜·朱莉早已不知道该如何去接受父亲的爱。此时的他宁愿去接受一份陌生的爱，也不愿意与父亲有任何瓜葛了。就在一炮走红之后，1995年安吉丽娜主演了电影《骇客》。尽管这部电影并没有产生过多的反响，但朱莉却收获颇丰。拍摄期间，她与片中的很快，安吉丽娜·朱莉和约翰尼·里米勒这两个看起来是那么登对的问题青年举行了婚礼。婚礼当天，两个人谁都没有穿礼服，一水紧身的皮衣皮裤就走完了所有的婚礼流程。这一年，安吉丽娜·朱莉20岁，而整场婚礼期间陪伴在安吉丽娜身边的，除了时时纵着他想干嘛就干嘛的母亲和哥哥之外，父亲好像从来就不存在一样。女儿结婚，父亲不在，这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找到了英国《镜报》在1996年5月1日的一份报道，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内容。大标题：变态男孩娶了曾经的瘾君子约翰尼·里米勒。
热门电影《猜火车》里的变态男孩已经和一个曾经的海洛因瘾君子结婚。安吉丽娜有过吸毒史，这一点父母应该知道，但外界怎么也会了解得这么详实？再往下看，安吉丽娜·朱莉20岁，奥斯卡金像奖得主乔恩·沃伊特的女儿。坦白说，我尽可能地尝试了所有的毒品，可卡因、致幻药以及我最喜欢的海洛因。要命吗？有史以来恐怕也没有几个明星肯承认自己吸过毒，而安吉丽娜却丝毫不以为然。这一次她的名字倒是真真的和她的父亲沃伊特写在了一起，但被爆出来的却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而如果您认为这已经足够尴尬的话，那就错了。这对夫妇在洛杉矶仓促地举行了婚礼。女演员说，她还没有来得及把约翰尼介绍给自己著名的父亲。女儿已经完婚了，老丈人却还没有见过女婿，而就连媒体都用了仓促这样一个词来形容他们的婚姻。20岁的安吉丽娜·朱莉到底在想什么呢？生活状况好转了，事业蒸蒸日上，干嘛就这么着急要把自己给嫁出去呢？还记得我们节目开始那一幕吗？14岁的安吉丽娜·朱莉被她那愤怒的父亲抓到她与男孩子在家中鬼混。面对父亲，安吉丽娜表现得既轻蔑又得意。妈妈同意了，是不是有点难以想象呢？一个正常的母亲能对此睁一只闭一只眼的不多，能让自己的女儿跟一个男孩子在家滚床单，安吉丽娜的母亲是不是有点太开放了呢？可事实不止如此。妈妈的原话是，即使我不同意你们住到家里，你也会跟着他跑到外面去住，就留在家里吧。我们很难想象说出这番话的时候，这个母亲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她已经再也无法忍受整天哭着等待夜不归宿的女儿了。在母亲看来，安吉丽娜的叛逆还有过早的恋爱都源于她从小父爱的缺失，都是因为那个万恶的前夫，才会让安吉丽娜急于去寻找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因此，当安吉丽娜提出要和约翰尼·里米勒结婚的时候，母亲二话没说，当时就同意了。那么这个看上去坏坏的小子，真的能给安吉丽娜·朱莉带来她渴望已久的安全感？尽管在外界看来，这简直就是一场闹着玩的婚姻，但安吉丽娜·朱莉对此十分坚定。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说：“虽然我已经经历了许多黑暗的日子，但是约翰尼帮助我看到了光明。”此言不虚。新婚的第一年里，安吉丽娜·朱莉的光明就到来了。1997年。凭借在电视剧《乔治·华莱士》中的精彩表现，安吉丽娜一举夺得了第55届金球奖最佳女配角奖，这是安吉丽娜·朱莉第一次获得如此高的奖项。始终在旁侧默默关注着女儿的乔恩·沃伊特也深感欣慰，但令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女儿竟然在第一时间向自己发出邀请，希望父亲能和她一起参加颁奖典礼。Thank you, the Hollywood Foreign Press, and most of all, my family. Mom, stop crying, stop screaming. It's okay. Jamie, my brother, my best friend. I couldn't do anything without you. I love you so much. Dad, where are you? Hi. I love you. Thank you so much. 好一副其乐融融的感人画面，但总觉得哪儿有些眼熟。10年前那场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的父女二人，此刻彻底的换了位。10年前那个傻愣愣的小姑娘，如今是领奖台上耀眼的主角。
而曾经意气风发的父亲则坐在角落里慌张地听从着女儿的调遣。一句看似轻松的嗨爸爸你在哪儿，此刻听来也顿觉讽刺无比。于是关于安吉丽娜·朱莉究竟是否与父亲沃伊特重归于好的猜测甚至在媒体间掀起了一阵热潮，但很快猜测就有了答案。这是1998年安吉丽娜·朱莉出演的一部真实人物传记电影《吉雅》。影片用独特的手法展现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位超级名模吉雅·卡兰芝的短暂一生。不幸的童年早早进入娱乐圈闯荡，吸毒成瘾，以及不被世人所接受的同性恋情。在吉雅每一段的人生节点中，安吉丽娜都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影子。戏中安吉丽娜不惜大胆尝试裸露镜头，以求还原一个最真实的吉雅。而相比两年前在恶女帮中纯属叛逆的裸戏而言，吉雅中的安吉丽娜在表演上的潜质开始真正爆发。这一次她游离在本色和演技中的表现让整部影片大放异彩，无数观众大赞安吉丽娜的演绎，让他们仿佛感到吉雅在世。但也正因为如此，过于投入的安吉丽娜再次陷入到了过往的黑暗和未知的恐慌之中不能自拔。和母亲一样，安吉丽娜也固执地将这种可怕的心理阴影归结于父亲的失职。她再一次无法直面父亲，并且时刻与他保持距离。1999年，因为在电影《吉雅》中的精彩表现，安吉丽娜·朱莉荣获了当年金球奖的最佳女主角奖。与成为女配角时的官方感言不同，这一次手握奖杯的安吉丽娜只对母亲表示了感谢，但对父亲的大力支持却只字未提。而就在吉雅拍摄结束之后，人气迅速飙升的安吉丽娜选择了息影半年来平复自己的心境。仍然没能从角色中走出来的安吉丽娜从未想过，她之所以能在吉雅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却并没有真正走上那样一条悲剧之路，多数正是因为既是父亲又是前辈的沃伊特在始终默默地提携着他。父亲做的再多也都是他亏欠的，而被母亲一手带大的安吉丽娜自然时时刻刻都站在母亲一边，希望保护她。可就在此时，一个晴天霹雳的降临，让她已然纠结不堪的生活变得更加凌乱。我们这里找到了一封安吉丽娜的母亲写给朋友的信。1999年4月，我应邀去观看我最喜欢的摇滚乐队表演，在音乐会的几天后，我开始发高烧，最终医生揭示了我一生中最恐惧听到的真相，我被诊断患上了卵巢癌，需要尽快做手术。为了守护母亲，安吉丽娜强迫自己变得更加强大，但与此同时他也彻彻底底地走进了一个极端的漩涡之中。1999年7月，沃伊特意外地收到了女儿寄来的信，但从打开信到读完，这位已经年过六旬的父亲险些没有气得背过气去。这封信里究竟都说了些什么？信中安吉丽娜还放进了几张照片，照片上的这个亚洲女子名叫清水珍妮，是当时红遍全美的一名日裔模特。自从一起合作过影片《恶女帮》之后，安吉丽娜与清水珍妮就成为了很好的朋友。然而这一次在给父亲的信中，安吉丽娜直截了当地告诉沃伊特，清水珍妮是她的同性恋人，他非常非常爱清水，如果不是和约翰尼的婚姻还在，他一定和清水在一起了。
重口味吗？从打小就跑到父亲面前跟他说自己吸过毒物，到现如今寄来信通知老爸自己是双性恋，还有什么是安吉丽娜朱莉做不出来的呢？而您恐怕也会觉得蹊跷，曾经连结婚这么大的事儿，安吉丽娜都没有告知自己的父亲，搞上一段同性婚外恋他却着急忙慌的寄来信，什么情况？情况很正常，还记得当年让沃伊特迷恋不已甚至不惜抛妻弃子的那个女人吗？最终他并没有和沃伊特走到一起，而是移情别恋，跟着一名女发型师跑了。被如此抛弃的沃伊特还没有能够从伤心中走出来，安吉丽娜的这样一封信无疑是在父亲的伤口上残忍地撒了一把盐。安吉丽娜朱莉到底是想干嘛呢？实际上经历过黑色童年的安吉丽娜已经习惯了将所有的不幸都归结于父亲，尤其在母亲罹患癌症之后，她再一次把怨气投向了自己的父亲。年迈的沃伊特不敢再联系安吉丽娜，但他始终在一旁注视着她的动态。而出现在媒体中的安吉丽娜身上再一次显露出了当年叛逆的影子，她在访谈节目中各种展示自己收藏的刀具，她到夜店和昔日的朋友买醉嗑药，在迷离昏暗的灯光中和嘈杂的音乐中摇摆身体。安吉丽娜整日自我放逐式的排解，也最终葬送了她与约翰尼·李米勒的婚姻。曾经惺惺相惜的两个人终于在1999年分道扬镳。很快安吉丽娜就接拍了电影《移魂女郎》，在片中她成功饰演了一个有心理疾病的女孩。或许是生活中的种种伤痛刺激使得安吉丽娜在表演方面更加入骨，凭借此片安吉丽娜荣获了第72届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这一次陪安吉丽娜走上红地毯的是她的哥哥詹姆斯，但如果不说谁又能看得出来这两个十指紧扣亲密异常的男女是一对兄妹呢？而安吉丽娜在领奖台上的发言更是令所有的小伙伴都惊呆了。I'm in shock, and I'm so in love with my brother right now. He just held me and said he loved me, and I know he's so happy for me. 朱莉的深情表白让人们感到有些突兀。接下来，更惊世骇俗的一幕发生了：安吉丽娜竟然和哥哥詹姆斯深情地拥吻在一起。这一幕立刻就登上了次日各大娱乐报刊的头版头条，人们议论纷纷，安吉丽娜朱莉这个疯狂的女人不仅是个双性恋，难道还要和她的哥哥展开一段不伦之恋吗？演完了移魂女郎，安吉丽娜朱莉莫非真的移魂了？移魂倒还不至于，但对于哥哥的爱和感激却是真的。曾经父亲移情别恋，母亲整日的奔波，在这间伴随着安吉丽娜度过灰暗童年的小屋里，只有哥哥詹姆斯一直陪伴在年幼的安吉丽娜的身边。当他开始咿咿呀呀学说话的时候，是哥哥詹姆斯整日陪着他玩耍。当他在家里表演舞蹈的时候，哥哥是他的第一个观众。从小到大什么事情安吉丽娜都愿意和哥哥一起分享。而也正是因为当初詹姆斯对于安吉丽娜的鼓励，才让他决定走上演艺之路。但是喜欢极端处事的安吉丽娜不知道该如何向哥哥表达他的感激，于是就有了奥斯卡红毯上那惊世骇俗的兄妹之吻。其实对于哥哥来说，詹姆斯最希望看到的还是安吉丽娜
能够和父亲重修旧好。不过这个有点困难吧。其实一点都不难。这些经典的镜头，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都不会陌生。2001年，热门电脑游戏《古墓丽影》被改编为电影，搬上大银幕。女主角劳拉·克劳福特的扮演者，经过多轮筛选，最终被散发着野性美的安吉丽娜·朱莉夺得。在戏中，她不仅需要拥有和虚拟人物劳拉一样的魔鬼身材，还必须经历种种冒险。例如，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从二楼纵身一跃，或是和片中的敌人单打独斗。片中，安吉丽娜·朱莉展现了她超凡的勇气和敬业精神。而如果说，这对于此前毫无动作片经验的安吉丽娜·朱莉而言是一大挑战的话，那么和父亲沃伊特同台飙戏的挑战似乎更大一些。影片中，沃伊特和安吉丽娜饰演一对考古学家父女。在女主角劳拉的童年时期，父亲不幸在一次探险中丧生。长大后的女儿深深怀念着自己的父亲。电影的高潮部分，女儿借助时光倒流与年轻时的父亲见面。You are never alone. I'm with you always, just as I've always been.我永远都和你在一起，这恐怕是沃伊特电影生涯当中最走心的一句台词了。它承载着戏中父亲对女儿的无尽牵挂，也承载着他本人对安吉丽娜的无尽牵挂。那么安吉丽娜为什么会突然转变态度与父亲重归于好了呢？ How many people get to play with their father?Play guns with him. 不难看出，在面对媒体采访时，安吉丽娜也难掩与父亲同台的激动。她手舞足蹈地表达着对父亲的感激和敬仰，但一旁的父亲所显露出的却是大相径庭的一副表情，有那么些迁就，有那么些服软，还有那么些无奈。女儿这么懂事，老爸究竟在烦恼什么呢？来看看这张照片，这是父女二人合作《古墓丽影》的一年前拍摄的，父亲沃伊特和儿子女儿在一起，中间还有另外一位男士，年纪呢看起来比沃伊特要小，足可以做安吉丽娜的叔叔，但可惜他得管沃伊特叫一声岳丈。什么情况？1999年，安吉丽娜·朱莉在出演电影《空中塞车》时，结识了鬼才电影人比利·鲍勃·松顿，两人迅速陷入爱河。比安吉丽娜整大20岁的松顿，同样是个特立独行的演员。在他的电影《弹簧刀》中，他十分关注孩子在童年遭遇不幸时产生的心理问题。这再一次拉近了他与安吉丽娜·朱莉的感情。在松顿的身上，安吉丽娜找到了久违的安全感。酷爱纹身的她把丈夫的名字纹在了手臂上非常显眼的位置，夫妻二人还挂着相同的情侣项坠。您可能会觉得这也太俗了，但如果我告诉您，那精致的小瓶子里面装的都是他们从对方身上抽取的鲜血，你还觉得俗吗？而这还不算完呢。2000年，安吉丽娜·朱莉和尼古拉斯·凯奇共同主演了商业片《极速60秒》。然而，在首映礼上，安吉丽娜与丈夫松顿似乎比男主角更抢风头。当记者采访尼古拉斯·凯奇的时候，摄影师的镜头竟是毫无顾忌地
对准了在一旁激情拥吻的安吉丽娜夫妇。尼古拉斯凯奇的采访干脆变成了这场恩爱秀的话外音。要不要这么高调啊？对于安吉丽娜的第二次婚姻，外界的质疑并不比第一次小。媒体再一次把她的婚姻看作是冲动的结果，圈中的朋友和粉丝们也表示并不看好这对老少恋。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在媒体面前坚定地支持了他的选择。谁呢？哼，还能是谁？只有老爸了。在这张照片上，沃伊特和自己的女婿松顿相谈甚欢，这让安吉丽娜·朱莉一下子十分的感动。随之而来一系列的举动也如同春风化雨般的温暖人心。我们节目组找到了这份2000年6月9日所出版的希拉裘斯先驱日报，在关于安吉丽娜·朱莉的这篇报道中是这样写的：安吉丽娜·朱莉1975年出生，本名安吉丽娜·朱莉·沃伊特。在父母离婚后，朱莉主要由母亲抚养。朱莉依稀记得童年时期父亲看书的样子，他总是在学习，在不断探索，希望成为更出色的人。这恐怕是安吉丽娜·朱莉第一次在外界面前将父亲的姓氏沃伊特加在了自己的名字之后。对此，人们无不为这对父女冰释前嫌的举动而感动，以至于根本没有人注意到父亲沃伊特的无奈和担忧。女儿找了个比自己大20岁的丈夫，哪个当爸的能真心乐意？就像是安吉丽娜已经习惯了她把自己的不幸都怨恨到父亲身上一样，沃伊特也早已习惯了把女儿每一次任性的决定都当作是老天对自己的惩罚。他很清楚，只有这样女儿才能真的开心，他也才能和女儿再多走近一点。于是和父亲重归于好的安吉丽娜主动向父亲伸出了橄榄枝。2001年，他大力邀请父亲与他一同出演商业大片《古墓丽影》。凭借在影片中出色的表现，以及与父亲感人至深的动情演绎，安吉丽娜·朱莉的事业走向了新的巅峰。他用事实向世人证明，安吉丽娜·朱莉不仅能将极端边缘的文艺片诠释得淋漓尽致，更可以通过银幕向人们传递爱与正义。古墓丽影给安吉丽娜带来了无限的正能量，并开始积极关注埃塞俄比亚难民的艰苦生活。面对媒体时，安吉丽娜说：我曾经觉得自己有个不幸的童年，但是当看到真正苦难的人们，我才意识到我所经受的伤痛不算什么，一切看起来都开始变得美好起来。慈善事业让安吉丽娜灰暗的人生中照进了一线光明，但她无论如何也无法想到，仅仅一年之后，所有的美好又再次化为泡影。她和丈夫和父亲之间究竟又发生了什么呢？一路坎坷走来的安吉丽娜·朱莉究竟能否找寻到她心底始终期待的幸福呢？这桩并不被看好的老少配为何竟能成为化解父女恩怨的转折点？这大概就是父亲了。就算全世界都不理解你，我还是站在你身边。一段视频被迅速禁播，父女关系再次降到冰点。尽管电视节目已经被封杀，但是相关的采访内容还是被媒体给爆了出来。最恨第三者的安吉丽娜·朱莉为何非要拆散别人家庭？当一切终于开始变得美好，面对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安吉丽娜又将作何选择？档案为您揭秘父女恩怨，半世情仇，下集。